wish is that every nation have that television in their own language subtitle. But we are working on, like, we have a lot of subtitle, and then from the machine you can regulate, you can have whatever subtitle in your native tongue that you want. But for that we must first translate. We must need translators. You understand? Whatever language we want to provide, we have to provide into the machine first. And if any of you can translate anything in your language, if you think you can do that, then you have to contact with the team, okay? They don't need to tell me. Just go there and work, or contact them and translate. Okay? And do your best. Yeah? Maybe a lousy translation in the beginning, but better than nothing. And then later, if we find a better translator, we can do that. Yeah? Okay? If you want, huh? Because that's the best for spreading the teaching. No matter how many neighbors you have, how many neighbors can you talk to and convert into vegetarian? Yeah? But the television, millions of people we see, yeah? At leas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 see. And then from then, they breed more. You see, the word will spread, and they will watch more and more and more. Yeah? The neighbors will watch. But let's face it, how many neighbors can we visit? Huh? And to convert them into vegetarianism. So even if you want to help save animals, translation is already a salvation tool. Yeah, that is how you save the world even. You don't need to go out and talk even. Just your pen is enough. You see, we can help in many ways. That's how you help, okay? Do what you can. Do what you feel comfortable also. You can force yourself, of course, ne?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 think of what's the best. You can help the world, yeah? Don't think of what's the best the world can help you. You know that already. Okay. 现在我们先讲中文, okay? 他们越南人最好, 好啊? Okay. 第二两个啊, 中文跟越南, 哈? 是不是? Okay.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问中文就不用翻译了。 师父您好, 我是从法国来的。 我想问师父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孩子已经应心了, 但是他由于16岁, 由于他学业, 的问题就在家里边打坐的时间比较少，那联络人他说他打坐不够两个半小时，是不允许他来小中心打坐。没关系嘛，他还小嘛，跟他们讲要谅解一点，OK？OK，谢谢师父。不过不能鼓励他偷懒，就是能最多啊，能够最多，能够多少就做最多，OK？好吗？ 说好了，师父允许他，不过也要尽量哈，好不好？还很小嘛，OK， 师父你好，谢谢您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我觉得生活很开心，谢谢师父。师父就是我想问一下师父，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头脑有些，或者有些生活中有很多坏的习惯，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比较难去克服。师父，我就是觉得应该去怎么样把就是坏的习惯或者什么 ego 全部都克服呢，师傅。慢慢，就慢慢的是。打坐它就会好一点，会好一点。但我觉得好像不用完全去除，师傅。叫我打也蛮多，但是觉得不会这么快，不会完全。不会哈，师傅那怎么办呢？受苦还是怎么样？管他吗？但是我有时候很自责，有时候处理什么事情，比如说要是有用一些 ego 了，或者是比较自私自利的想法，我就过后就会很自责，很自责这样子。哎呀。 尽量吗？<笑>你们怎么都是有那么多坏的想法？该怎么？好想法不行吗？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觉得师父好像把灵魂照顾得很好，觉得头脑总是跟不上灵魂的进度，就这样觉得。<笑>比方说什么坏的？不是，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处理就比方说比较自私自利了那种哈，这样子比较就是。 对自己比较好的事情，然后就这样，就是差不多就用ego了，用我值了这样这方面就是，没什么大坏，反正都是一些小坏。那没事吧，你尽量做嘛，好不好？师父，如果多打坐会可以克服吗？会好，当然会好。长大了也会好，那个会，我们长大了真的，我们身体啊，精神也会改变一些，每。 每个几天呢，我们的身体啊、水力都会改变，所以要好的话，自己跟自己讲，
说我不要你做这种工东西，不要做你这个，不要你做这个，慢慢来教训自己的那个头脑。OK 啊，这我知道，谢谢师父，谢谢你。你那么年轻，不会做很多坏事的，别自责那么多嘛，这么痛苦干嘛？又是书又打坐又很善良，要不要自责那么多啊？看起来也蛮好看的，比如说做好事的啊，我那个脑袋它被电视影响，被隔壁影响，被朋友影响，没什么。OK。我们收进去，然后都发出来啊。有时候没有人讲什么话，不过空气里面满满都是很多复杂的概念啊，复杂的那个元气啊，跑来跑去，到处都有啊。所以如果忘记无气，它又进来一下这样，然后影响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做没什么，突然间就想到什么不好的东西，不晓得从哪里来啊。又不是说刚刚联想什么东西，没有，他突然来，让他也突然去。OK， next one。Hello， 我是从佛过来的，我有一个问题，也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我在上暑假的一个月总是跟同修在一起的，我很多的不好的习惯也都通过这些光是跟印信的同修在一起都没掉了，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我一回教上学一个星期以后，我的不好的习惯差不多都回来了哟。我不希望有这些不好的习惯。Yeah， 你怎么什么种类的好习坏习惯？你这样讲我不知道。就好像我总爱特别爱多说话，有的时候跟我同学，然后就感觉打坐不太好了，然后修行不太特别好了。懂懂。所以。我也不是那种特别的精进的同学，我感觉，所以我希望我能好好修行。那以后讲少一点行不行 ？OK。如果觉得讲，如果记得的话，就觉得讲这些有什么用？回去打坐嘛。对。因为讲话也会消耗元气。我们跟别人讲话就是一种桥啊，跟他沟通，这个话是像桥一样沟通元气，所以他有什么，等一下也会来你那边哦。对，有沟通一点，所以有影响一点，而且讲话消耗元气哈，讲话多，如果没有用的话，又更没用。对，很多都是没有用的话。如果讲闲话的话，又受业障啊。所以能讲小一点，也许比较好。然后浪费时间不打坐了，那、很多沟通。不过你还是很年轻了，已经很好的了。OK。因为很多同修这样在我的年龄里面的都慢慢修行，以后都不修了，我希望我永远跟您修行、所以我希望更好。你外面影响太深了呀，太多坏影响哦。谢谢师父。好可怜。我希望你也不会这样啊，继续修行。 OK， 这么漂亮要小心啊。就是我首先呢，千谢万谢谢师父给我的爱心，我经过了人世间的甜酸苦辣悲欢离合，师父还给我这样的爱心，非常谢谢。不客气，不客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来西班牙打坐，因为我看了很多我们这样多的同学有吃饭，因为我们中午想德国的同学想捐一点钱给。西班牙的同学，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是捐什么钱呢？付钱呢？付钱，对啊，就是。可以啊，但是他们吃饭，他们可以付嘛。对。OK， 什么人没钱就不要付，什么人有钱要付就付。OK， 没什么。OK， 付一点钱了也算什么？大家公平嘛。有一些人没有钱的话，拜托不要付啊。有人有钱要付就付，自由自在，好吧？可以吗？可以。好。还有一个，我等一下也要付一点钱了。Next one。如果在欧洲哦，开船速餐馆是非常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建议啊，就做这个半成品，去交给一些荤餐馆。假如简单举个例子，德国人喜欢吃炸鸡、炸鸭，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素鸡、素鸭。如果两碟素鸭就可以免掉一只鸭的生灵。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有很多我们的 list 好，那你们可以做熟食的半成品饼，半成品去送给这些婚餐馆，然后给送免费的哈，不是啊、交就是好像啊好像嘛给这些嘛有很多呀呀、我了解了。不然我们可以卖给他们那个大市场，大市场对超市去送给他们。嗯，不是说送给啦，要卖给他们，他们讲送给我怕了。卖给他们，了解了解了解。如果一人能够他们接收一碟，就我们两碟就一只生灵就少了一些生灵。要多人力哦，也要多人力。这个你们自己弄嘛，何必烦到我 ？My God， 我做别的事情了，我忙死了，你没有听到哈？即使交给他们弄，不过我自己也要管啊。他有问题，他来问谁啊？来问你吗？啊，来问你，你说我退休了，我以前也做不成功，我现在不想做了。然后那去问谁？等一下也丢给师傅，你不知道了。做很多工作，那我什么都给师傅，什么都师傅做，我忙不过来啊，没空吃饭，没空睡觉啊。吃饭的时候也要听电话，工作打工，要听看电视，看看有什么事。嗯，而且顺便吃饭也看狗，不然他也认为我丢他。一边工作一边让狗跑来跑去，在旁边顺便，哎，不是那个，来这边，哦 ，no no， 别叫别叫，过来过来过来。然后一边工作一边管他。这跟小孩一样很忙啊啊 OK， 什么人都要师傅做这个做那个，你们自己做就行了嘛啊，你们人那么多又不帮我做什么，在那边一直问我一个小人这个样子那么小啊，那又老了，什么都师傅啊做这个师傅啊做那个啊，听起来是很好，有一些计划是很好，不过人呢那个能力有限啊，不是师傅而已呢，你们呢？等一下做不好，我不要做了，然后丢在那边给我，我自己要去弄那个三明治哦。啊，客人来怎么办？全部都跑光了，一个是恋爱啊走了，一个是跟那个另外同学不合走了，另外一个是啊有别的更好的工作，更有理想，我去跟那个 SM 工作了。我不在这里啊，我想念台湾了，我走了啊，这个狗我不喜欢，我走了啊，客人这么不礼貌，我走了啊，工作也太无聊，每天一样弄三明治，我也走了。多少人跑了你不晓得。对，这些都是要我们自己去做，这些是上帝的恩典。哎，你们自己做好了吗？好像广告术师啊，或者素材馆啊，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这是师父的恩典，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我们Duisburg 啊，这次能够去发传单，也是师父的恩典，谢谢师父。大不客气。其实不直接，不过师父也有工作了。其实我也有一些计划，比方说叫他们在 airport 开宿馆什么的，不能开，那边是最多人的，来来去去不同的国家的人，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个素食嘛。不过不好开，没有空的饭店给我们，然后那你们开在大城市也可以，不过我们开在 Madrid 也要开，在伦敦开，在伦敦也要开，很多事情做不完了。OK， 我就管那个修行方面。OK。你们管那个素食的事情，对，这是我们能够发这个素食传单，就是师父恩典的能够加持的在世界上欧洲的众生，管不完。 OK， 好，下一个师父我问一个关于那个做梦啊，跟那个做梦就是说比如说看到什么光然后听到什么，跟实际打坐看到什么光有什么不同？有时候不同，有时候同。就是很难变。如果有看到光的话，就比如说不是做梦，就跟打坐。因为我自己我修行很烂，我觉得那个从来没有清清楚楚的，就是说看到光或者听到什么。但有时候打坐，就是说好像突然回来，就回神过来，觉得好像
有个太阳或者有一盏灯在那里。对对 对那个算是做梦还是算是做梦？ No， 只是你在境界的时候，你那个头脑没个屁。哦，还有一个是，就是说那个听声音也是，因为我觉得也是修行十多年了都没有什么进步啊，声音。但是呢，有时候会突然，也比较少，就是因为我喜欢玩乐器啊，就是有时候那些也会听到，就是我自己吹笛的那个声音或什么的，就我觉得那算不算体验呢，还是算我自己的梦呢？你心想就好了嘛，何必问那么多啊？对你好就好 ，OK。就是我想确认一下，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一种体验，也算一种体验。是体验，体验不是说有时候不是说打坐很直的时候他才来，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好像一直期待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就专心的时候会来。专心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也专心，他就来了。有时候我们玩琴啊，他就会来。有时候他们这样想一想而已，他就会来。也不一定是在打坐的时候来 ，OK？ 每个人不一样。这个我也有，因为我有时候是我是搞电脑的，我有时候电脑上很累了，突然之间会很觉得太阳一闪，怎么着？会有。也是为了专心的问题。对，但我觉得，因为有时候觉得，就觉得因为自己事实上那个，我觉得不匹配跟自己的那个，就很对不起师父，就关系修行很不烂，觉得不会了，不会了，没有关系，不会了，你尽量 OK， 谢谢，谢谢师父。不管你种什么情况有光，就是有光嘛 ，OK。也许你这种打坐就是这样的，坐的时候不定，就是装电脑的时候才很定嘛。OK， 反正有光就好 ，OK， 谢谢，声音有光就好，谢谢。进步，生活有进步，精神有进步就好了 ，OK。你那个也是样子，哎，看起来很高兴，高兴就好了嘛 ，OK。啊，别讲了。